哈喽，泡面泡好了，来试吃吧。不是泡的是一剁战后酸菜猪肉面。诶，酸菜在里面的，我感觉蛮多的。OK， 转过来试吃。有新口味就拍，嗯，那面我喜欢，比较宽而且比较 Q， 然后猪肉，嗯，猪肉也不错，嗯，酸菜。嗯，酸菜味道真的不错，吃了不吃那个牛肉的。好吃，这碗真的好吃 ，OK， 可以买来吃看看哦，真的还不错哦 ，OK， 最后期待影片欢迎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